刚刚这个场景人就是在那边呛下说，我们陈立能不能唱现场？拜托，陈立现在演唱会整个实力派，你懂不懂啊你啊？你怎么不用去看人家演唱会？我懂，我懂，我相信他是实力派。谢谢你。而且像这种摇滚的歌啊，像轻摇滚的编曲，我超爱的。真的哦。这个歌是清风写的吗？他写词。哦，这首歌应该留给我唱。我也好想，好想唱。我欢迎你以后翻唱。可是我高音很难唱，我应该唱不到。对呀、啊，你声音那么低沉。对，那个高昂的，刚那两个词好难哦。最高音的。对呀、啊，绑架吗？绑架。到底要怎么唱？对，谢谢小虎姐哈、啊，我好想要她出来哦。要握拳才能唱得到、哦。对呀、啊，当时你在唱这有握拳吗？如果要打人，当时我们挑了其中一天，然后就专唱被自己绑架这几个字。真的、啊，真的，一整天就唱这一句。对，但当然不可能从早唱到晚那么离谱啦。可是就是。单拉这当天的时间，就是可能之前有先顺着唱，可是制作人希望某一天就专门就是 focus 在被自己绑架那个 feel， 然后一直在那边吼，一直在那边吼，这声音会坏掉哎、欸，就吼到最后啊，就真的觉得有被绑架那种感觉，难怪就觉得很嘶吼。难怪你今天就你看，就声音还是沙。对呀、啊，辛苦，录唱片不容易。你感冒。我不在状况内，是我早就发现你不在状况内。他好 humor 哦。哦，我很敬业，我好。哦，有感受到了。那你想出来了吗？等我准备一下。准备什么？你还要补妆吗？我真的很想知道是谁耶。对对对，来，我们欢迎一下我们这位神秘嘉宾，重量级的评审啊！今天台下 DJ 当然也都很重量级，但这位真的不容易，今天愿意来帮我们陈琳跨刀听新歌。你有没有想象的名单？就是类似小虎姐路线嘛。对，声音低沉嘛。如果是男生呢？男生啊。对，你有没有想象？比如说你之前去捧过谁的场，谁就回头来捧你的场，类似这样的状况。我是有在后台碰过红龙红大哥啊。我的妈呀！你觉得我们会叫红龙红来吗？奇怪。如果他愿意来的话，我欢迎他。也是也是，大哥我们还是欢迎。他们会唱。对，其实是叶启田啊。